今天又该我来弄牙了，但是刚刚很抱歉的是，早上我吃的早餐是芝麻糊，希望我的牙刷干净了的吧。我弄完牙了，但是今天很不幸的，我又有一个 termin 了，所以我现在又加了一个 termin， 本来我就只有两个了，现在又是三个。哎，看来八月份我这个牙才能弄得完，因为今天做那个根管治疗，它两个不错，还差一个，差一个，那一个好了过后就差不多了，因为我今天迟到了十分钟，所以就以至于让他们后边的进程也稍微推慢了十分钟。他给了我一个小单，要让我去买来漱口，然后只刷十天就可以了，这样子能够让我的牙龈就是长出来，我的牙肉长出来。他给我了一个这个是牙膏，是有助于牙龈生长的，但他告诉我这个不是特别好闻，所以但是还是要坚持，因为对牙比较好。 OK， 就这样了。我今天穿的是可能我一年只会穿一次的工装裤，是一条深蓝色的连体裤，然后下面就带上凉拖鞋就可以了。其实当匡威也挺好看的，但是为了方便我还是就带上凉拖鞋吧。然后里边有一个小的项链，其实应该带那个金色的那个，我不想再换，就这样吧，无所谓。上面戴的是一个遮阳帽，因为外面还挺热的。哦，就这样子，走了，拜拜。我今天做的是牙龈治疗，做的我的右半边脸，后天我要做我左半边脸的牙龈治疗。我现在嘴里边全是血和碘伏，十五分钟以内不能够漱口，不能喝水，不能吃东西，我要去吐一下血了。我现在准备去超市买一点点原材料，我准备做一个罂粟燕麦片，因为我之前是在我喜欢那家小西咖啡吃早餐的时候，他有做那个罂粟籽燕麦片，但是我在超市去看了很多很多地方，他们做的那个罂粟籽燕麦片都没有我在那家吃的那么好吃，所以我打算自己去买原材料来试一试，做一做。刚刚我在那个电梯里边碰到一个老太太，我就和她聊了一下天，她就问我，她说你是现在要去厨房里面上班吗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今天穿的就连体裤的原因，就看起来很像工装，她就说你是要去厨房里边上班吗现在？我说没有，说回家，但是我想对，我确实是要去厨房里边上班，我要去我家的厨房做这个燕麦片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，我今天中午又只能做一个那个粥来喝了。因为我家里还有昨天我自己偷偷吃的小火锅，
但是我今天才做了牙龈，我不可能找死嘛，我在，所以我还是只能够回去吃一个做的粥吧，重新做一个宝宝粥。现在已经是下午快4点钟了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。我不是说我要回家熬粥吗？我设定的是一个宝宝粥，我都看，就是宝宝粥我都看已经弄好了，我就打开我的盖子来看里边，结果我忘记放水了，熬了5个小时的粥忘记放水了，我刚刚才把水放进去，现在把水放进去，它好像就是，哎，关上。我准备开始做燕麦了。就其实用的东西都很简单，最普通的这种颗粒的燕麦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的东西，就直接买它就可以了。然后还需要放到椰子油、蜂蜜，剩下的坚果的话就是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就可以了。然后只是我特别想吃这个，就这个花这种籽，它有点像芝麻。葵花籽我也准备放一些，因为还是很好吃的。这里边是腰果跟核桃，我待会儿把腰果挑出来放里边，因为腰果烤了过后还挺好吃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买一个这样子大一点的盆和一个硅胶勺。等它晾凉了过后，我再放到我的罐子里边，它就可以吃了。明天早上起来做一碗给你们看。
我今天穿的就是一个熊猫色系黑 T 白裤子，一双拖鞋，帽子就戴着一个普通的白色的布的帽子，其实它应该这样子戴的，但是这样子戴的话就有点看不清楚看不清楚路了，所以就把它给弯起来。这个是一个就是在DM买的一个黑色的渔网包，然后一个墨镜，小的珍珠项链。好了，走吧。我现在出去把这几本书给我的同学，因为我家不是书很多嘛，我就可以借一些给同学看一看。然后待会儿我顺带去一趟我们的图书馆，我也借了一本图书馆的关于 R 语言的书，我去拿。然后再逛一逛超市，因为我们准备要吃烧烤，买点碳之类的。我来弗莱堡大教堂给我的同学点一根蜡烛。上的时候我们要在外面吃烧烤，所以我先把它准备好。然后我面前是一盘素菜，但是还有荤菜，荤菜的话是放在冰箱里面的，所以待会儿再拿出来。孜然、花椒面、花椒油、黄豆面和花生面一起和在一起的。这个是辣椒粉、香油，然后这个是酱油和油辣椒的混合，这个是一般是烧烤打底用的。然后这边是醋，如果烤辣椒啊什么的可以需要点醋。这个是什么？鸡精。然后这个是姜水，比如说有些时候你要烤点菌花，就是鸡胗啊、牛肉啊，这些可能得先再弄一点姜水去打一下底。如果在我老家宜宾吃烧烤的话，他们就是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样子烤，所以我就知道大概那个要放一些什么东西。但是我们还差葱和香菜，待会儿我同学带过来，大致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如果他们要吃的比较辣的话，就可以再放一点点小米辣，这些都是可以的。姜姜姜姜，这个是藕、土豆还有豆干，我都是这样子把它们给穿起来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么穿起来烤来吃，是不是看着很不错嘞？相当的不错，让你挑战一下能不能够在2分钟以内把它点燃。这个是我们的菜，露一手我的宜宾烧烤。然
后得再上一点点酱油和辣椒油的这个。这么高的温度就杀死，赶紧杀死。终于坐下了，圈圈放你小圈子。谢谢。我觉得做的烤太舒服了。哎，直接拿嘴呀、啊。这个鸡胗已经烤好了，然后来放佐料，放一点点孜然、花椒，然后辣椒，然后最后宜宾烧烤的精髓就是豌豆腐。豌豆腐，豌豆腐 ，Oh my god！ 好了，老板上菜了，赶紧吃了，来品尝一下。好吃吧？嗯哼，十分满分。来，请你给陈大厨打点分。他没空。有分？真的吗？嗯。他一共扣在哪里？你太给我面子了，你太给我面子了。我也觉得差不多九分吧。